前段时间我在上海嘛，然后我带着家人一起去看王一博的那个街舞啊，那天你也在，在。然后看完了以后，木木在回家的路上就不断的跟我念，说爸爸，王一博先生啊，因为他喜欢叫王一博先生，王一博先生又酷又帅，那爸爸呢？爸爸又老又老，只有老这个字，还没有别的。哇，爸爸的心都碎了。没有别的形容词啊。于是乎，我就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，在家里。可以吗？哎，感觉是个 B boy。我自己觉得特别不习惯。我说句实话，哎，别说，我们看的也都很不习惯。我眼睛恨不得抠了。哎呀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看，像那种说唱歌手，感觉就可以随时把头甩起来，特别的酷。你在那个 LA 街头上的话，这样穿就是很正常、很自然的。对，有可能还是要跟环境有关啊。对，我平常是喜欢，就是有什么钥匙啊，带钥匙啊，或者带这些东西啊，都会亮点。亮点。其实韩哥，你可以把领结拿掉，然后直接这个就当这个项链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帮你。哇、wow ，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就好看了。对，对这样会好看一些。你看看，对不对？就很潮，而且跟这个蝴蝶跟这个有一点好看，互相答应。其实我觉得身上就是要有一个亮点，这样会特别让人家注意。就是有一个小点点缀就好了。对，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团体的时候，每个都那么帅，那如何让自己衬托出来？就我发现了，我造型师说，一如你这么瘦，不如你就练壮一点，然后你就穿着一个马甲。马甲呢，如果你练得越来越壮，那个马甲跟你的马甲线就可以连接在一起。马甲跟马甲线，马甲背心，马甲和马甲线连接在一起需要缝针的、哦、对，后来我就穿了很多马甲的一些风格啊，然后就一直穿到现在。我要让大家就是看到马甲就想到我，就觉得我就是马甲王子，马甲的代言人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一如哥啊，你刚刚说的那个马甲要和马甲线连在一起，要怎么样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呢？所以呢，我其实今天也穿着马甲背心，代表、哎、又要脱了是不是，我这个穿着成功了、啊、是不是？又要脱了，终于到了你们这个环节了，我们都期待了好久哦。我跟你讲，他从昨天就想脱了，我跟你说。来吧来吧，那你们觉得热不热啊？热，热到不行。你们觉得热不热？热，好热啊。一如哥，我也好歹也活了30年了，你是在忽悠我吗？啊，马甲线，我们不要看马甲，马甲线和马甲尺度有限，我们来点鲨鱼线就好了。鲨鱼线。可以。哎，你们干嘛？哎，你们很夸张哎，他们蓝还是这么蓝。你们挡能不能这样挡啊？李一桐没恋爱过挡，我还知道新闻挡什么挡呢？不是，我是帮他挡，他顺势手就过来了。你想看吗？我还行吧，待会儿去看回放。我记得三宁好像以前也是尝试过，会跟现在有不一样的改变，对不对？我改变是特别大的哦，就是当时是邻家小妹的那种风格啊，可以看一下。陈婷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云晴。从小呢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夸奖我就是美啊、漂亮啊。天哪！但是从小到大，我听到大家夸奖我的就是帅气、酷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很好看耶，美丽和漂亮，好吗？谢谢。好了，是可以了。闪电，我觉得好可爱啊！啊，小女生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就觉得那时候很流行戴牙套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也要去戴个牙套这样。啊，就是你几岁的时候啊？很大概13、14岁的时候。你留长头发还是很美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真的很真的很漂亮那种可爱的那样子。这还有点可爱哦，主要对它有那种可爱。当时呢，我试了这个风格之后，我就觉得不太合适，然后当时剪了个短发。但剪了短发呢，当时的我还想要走可爱风格，就是还是比较女人的那种方向。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生日，然后还搞了一个派对，
那个时候他就买了很多 cosplay 的衣服，我就觉得这一套衣服特别好看，我应该尝试一下，如这张照片。哇，天啊！女朋友 Sunny， 等一下 ，Sunny， 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造型当时是怎么想的呢？而且你的运动鞋配白丝袜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，你还能摆这个 pose 吗？现在眼神也要加上来一样的、哦，眼神，邪魅捐狂。哇哦！所以呢，我还是一直在不停的在寻找寻觅。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邻家的可爱风，因为我这个之前参加了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，然后我的 solo 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邻家女孩的那个小碎花裙。你确定吗？就是那个选美小姐的那一套。对，然后呢我今天也带到了现场，不妨你来尝试一下。这是邻家的可爱风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我这是原版哦，这都是我亲手缝的。哇、哦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掌声有请壁花小姐 Sunny。来个拍照的那个 pose， 对，来三二一，而且他真的很厉害。哎，既然你都穿上了我的衣服 ，Sunny， 你要不要来一段那个秀？来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你跟我一起跳吧，一起，跟我一起跳，真假沈梦辰，维维也一起啊，我也一起。等今天一洒而光，因为最劲爆的舞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，先疯狂的 shopping，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，再练双高跟鞋，摇摆舞姿绝对火辣，吸取太阳热度，信心指数狂飙上扬， party 开到有我登场，屋顶也掀掉，啊哈哈哈哈哈哈哈， Oh I'm a super dancing queen。哎，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吧？为什么后面多了一根？哎，原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你自己什么感觉？我们真的觉得，就觉得我长这样应该有可能就交男朋友的时候，我再变回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男人改变自己。哇，交男朋友这样出去变装不会被发现，对，不会被拍到，对，挺好，挺好。牛牛，你现在衣服是自己搭还是造型师？造型师。